事情是这样的，晨晨看到点点要给格格送房子送车子，格格没房子没车子，于是他就来找我了。妈妈，我想给格格姐姐买礼物。行啊，你想送什么礼物？好几倍的礼物。真是我的好蛋儿。那你主动找你干嘛了？妈妈告诉你可以走下去扔点送给格格姐姐吗？好啊，宝贝，这些你想要哪个你选。好亮，我只要这个。不是我说，你小子眼光真不错，这个四千万的爱马仕包包。我的公主在下面呢。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下午茶。我来到四七级，点哥哥对你好，人家最喜欢你喽。爸爸可好喝了。当然呢，给你的都是我精挑细选的，一直在喝的海普洛凯1897合质就是奶粉界的口碑代表了，主打的营养全面，尤其是它对你的自护力有帮助，乳铁蛋白含量还提高了320%，益生元 GOS 和 FOS 都是9:1黄金配比，加上5种 HMO 成分，自护力好了，成长才能棒。可能我是厉不厉害？可能也差不多要回去了，还心心念念他的帮你，我不送给你，你要我就是妈妈的帮你吗？总算可以穿鞋走了。